的。同时，我们还开发了一个业务管理平台，就这个是我们所有的采编册的编辑通过云编辑平台来进行使用的。在这个上面有80个模块，都是我们来进行开发的，也就是从册采编发整个新闻的业务流程全都在这上去实现。也就是我们广播电视报纸媒网络媒体所有编辑记者都通过这个云平台来进行新闻的共享和新闻的生产，从而最终产生的新闻产品通过不同的媒体不同的媒体的介质来对外进行传播，也就是我们的一次采集多格式生成多终端发布这样一个媒体这个融合的这样一个新闻生产的流程。那特别值得一提的特别骄傲的就是这套系统是由我们北方网新媒体集团自己来开发的，因为我们坚持了17年的技术自主，我们是2000年的时候就是一个网络媒体，我们坚持技术自主，而且目前全国有69家省市级的重点新闻网站的核心技术都是使用我们北方网来提供的技术产品。那么金云呢，在3月31号金云中央厨房推出之后呢，我们也是推出了金云客户端的1.0版，刚刚起步的一个1.0版。在这里边呢，就像媒体融合一样，我们把报纸的所有的图文的信息都在这里来进行聚合，同时我们广播电视的这种节目内容也在这里来聚合。我截了几个图，可以看到我们广播电视的直播可以通过我们金云客户端看，甚至我们能够看7天的电视的回放，每一档节目的回放都可以通过我们这客户端来看到。同时呢，我们还进一步去扩大我们的覆盖面，推出了像云上系列。怎么个云上系列呢？就是我们把天津所有的委办局区还有这个高校医疗机构都让他们入驻到金云客户端上，也就是说我们还形成了一个以后你们都不需要再建独立的客户端，你们只需要在天津打造唯一的一个金云客户端就可以，所以它是一个平台化的运行模式，也就是打造我们天津的一个入口级产品。第四点就是以用户为中心来构建我们的组织体系和产品体系。这是怎么讲呢？就是说我们其实媒体现在已经不单单应该只提供新闻产品，我们应该覆盖用户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左边这个截图就能够看到，或者中间这个截图更清晰的看到，我们在为我们的用户提供什么呢？问政服务。怎么叫问政服务？他们遇到了生活的困难、问题和意见建议都可以通过我们平台来表达。我们可以问我们的市委书记、我们的市长，问我们的区委书记、区委区长，还有包括我们底下还会有好多的委办局，他们只要有生活上的困难问题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解决，政府部门限时7天必须回复，如果这个问题难解决限时14天必须回复。那这样我们的用户就不仅在我们的客户端上能够学习了解到新闻，而且我们他的生活服务方方面面都能够覆盖到好，那在做金云中央厨房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一些实现的几点体会，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业界经常会探讨，到底是技术重要还是内容重要？经过我17年做互联网媒体，我主要是 PC 端，现在在向移动端转型。我们一个最重要的体会就是，技术和内容就像人的2条腿，必须同时的健壮的发展，这样我们才能够跑出最快的速度，也跑出最快的姿态。第二点来就讲，就是用有形去影响无形。这怎么讲？就是我们金云中央厨房除了刚才大家看到的技术系统，还有我们梳理整个业务流程和体制机制的系统，同时我们还有这个一个办公的1000平米的一个空间平台。在这个平台里，我们所有媒体、传统媒体和新媒体都在这里来进行共同来办公，这样就是从有形的这种物理上的融合，促进他们产生一种化学上的融合。经过这个中央厨房的运转，我们现在报纸跟电视，我们网络跟电视都产生了新的一种这个节目形态，融媒体的一种节目形态，通过我们不同平台来进行传播。第三个体会就是说，新闻服务一定要向全方位的服务转变。刚才已经提到，其实我们金云客户端已经把它进行了一个重新定位，我们是新闻加政务加服务加互动。就不像过去媒体，我们仅仅只做新闻、做资讯，我们已经进行它外延的扩展。这个就是想跟用户的所有的生活场景来进行高度的融合。它一旦各种场景都能够想到我们客户端的时候，那我们客户端、我们的新闻媒体它的存在价值、它的市场价值也就显而易见地产生了。那最后一个就是，我觉得我们媒体人应该向产品经理去转变。过去我们媒体可能只对一个稿件来进行负责，那现在我们其实更多的应该是对我们整个我们
喜欢引进把科普端叫新闻产品来进行负责，也就是说我们无论编辑记者还是总编辑都应该变成一个产品经理。怎么是一个好的产品经理？就是说你要让你的用户觉得看到你的新闻感觉有用或者有趣儿，同时呢他有一个很好的用户体验，也就是他在碎片化的时间能够想到我们客户端，而且用上我们客户端，能够一直更爱上我们的客户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的新闻产品。我们的编辑记者或者我们的总编辑都应该是往这种产品经理方向去转型。好，最后也是欢迎我们所有的媒体同仁能够到天津到金云中央厨房参观，我们也。